郭阳，只剩八十五秒了，再不走下去，我们三个人都得死。等着，闭嘴！郭阳，你行动力、侦查力都比我强，以后抓毒王就靠你了。郭阳，带爷爷走啊！郭阳，别管我，你们快走！走啊！快带爷爷走！带爷爷走！走！Way too late.
nights and I'm awake. They're on my mind. I'm writing down what I would say. If we would meet sometime again, apologize for少废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！想听实话是不是？啊，好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是一个有背景、有资历的前特警，我只是个小警察。查到什么情况，功劳都是你的。啊！你会再次破获答案，而我永远是那个小警察。我忙了忙去为了什么呀？ 我打工，我也要命令他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也不想邀功，我只想抓人报仇。你抓不到他的，你抓不到他的，因为你有把柄在他手里。鬼啊，把这些都忘了，好过日子吧。道长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事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！放开我！警察！警察，我在这儿！救助！救助！救助！警察！ 行动中出现过呀，他认为我是被张九威胁的。相信妈妈的视频里没有窗户。妈，我一定会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。 说话算数，老规矩，约法三章。第一，我是队长，听我的。第二，信息公开透明，不许玩阴的。第三，我认识你三天，被你揍了两回，以后只准动嘴，不许动手，听见没？ 我们是兄弟，绝对不对兄弟动手。